浪费到什么？还可以，应该还好，我觉得那个应该。哎、欸，是不是又坏掉了？你看 F B 有吗 ？Hello， 有了有了、哦、有了 Hello, 有了，大家午安午安。我们今天是直播印花系列，有连身裤跟连身裙都有。如果想要看印花系列的话，都可以就是观看这一、欸、今天这个直播。对，然后我们今天是送这一件。这件是我们洋装系列，上礼拜有播过。对，上礼拜有播过，然后。卖的蛮多件的，卖蛮好，就好像很好。这件客人好像蛮喜欢的，对，因为它这件很不限身形，就其实里面再搭一个白色素 T， 或者是再搭个西装外套，你要度假或者是上班都很适合穿这一件，对，就是很百搭的一件，然后看起来也很有质感，有高级感的感觉，而且它的印花会很有 sense， 它印花是很有个性的那一种，对啊，所以其实是很。有个性的女孩是很适合穿去看展览，也觉得哦，你这个人是有态度的，态度拿出来。对，因为她的印花是蛮有个性的那种，对，就很有自己个人风格吧。我觉得，当然远看的话，我觉得是很好看的一件、哦、文艺风吧。对啊，文艺的感觉，穿去那个看展览都没问题。对，然后记得帮我们按赞、分享、加疯狂留言。下礼拜二会抽出一位，对，会抽出一位这一件哦。这件，等一下我们会穿给大家看。嗯，对，因为上礼拜如果没看到的话，这礼拜还可以再看一次。对啊，那我们这礼拜的主题就是印花系列。对，好，那你先介绍，先介绍谁了？你等一下要穿这件的人，你是等一下穿吗？都可以啊，你穿我穿都可以。你穿好了，我等一下穿你。好啊，好啊。那你先讲讲一句话。好 ，Hello， 大家午安。大家有没有刚刚有没有听到？就是今天我们要抽奖的是我身后这一件，对啊，印花连身裙，就是很个性风的一件图。对，然后就记得帮我们按赞、分享、加疯狂留言哦。我们下周二中午12点会抽出一名哦。对，哎，我们今天的印花系列都很好看，对，都很强，真的。而且都是很有特色的那一种。那我身上这件的话，就是这种平口的，平口的连身裤。我再喊，把这拿旁边一点，这样才看到我的脚。嗯嗯嗯。这件是平口连身裤，然后它的材质的话是雪纺，很清透亮的那一种，然后有口袋，是蛮刚好的一件。然后整个转圈是这样，这个做有点高腰的设计，然后这边是有弹性的，所以不太会限身形。长度的话就是到我的，就是脚底吧。我在想，就穿有跟的话是刚刚好的，就蛮正、蛮舒服的一件啊。然后镜头慢慢往后，对不对？你要站后面，因为我发现它好像拍不太到脚。好啊，好啊。对对对对。那我觉得这一件还有很特别的地方是，它是做这种烙紧式的。想知道吴秀洋装小编身上那一件？吴秀洋就是这一件嘛？对，我身上那件。我觉得 我身上这一件呢，我可以比较绕紧的，然后把它藏进去，就变平口了。我觉得藏进去也很好看，很好。对，这样子的感觉，但是是用一个小造型吧，我觉得好修长，超美的。对啊，那如果说你介意副乳的地方或者是手臂的话，我觉得还可以再搭一个罩衫，罩衫，对，小罩衫。西装外套今天要不要再出来一下？会，等一下会搭给大家看。我觉得这样搭一个小罩衫，你重点还可以防晒，又可以修饰你的身材，而且这样穿真的超夏天的。对、啊，就是不会说因为那个你身上的连身裤是黑白底色，然后感觉好像比较重。啊、这样是更就是整个都很清透亮，然后又防晒，有没有？对啊，这样子穿，然后再来一个结，感觉就很比例又拉出来了。嗯，整个就这样。就真的是你的那个胸下都是腿的概念，对啊，很好看，这样子很好看。其实这件就是很好驾驭，宜君身上的这件应该是很好驾驭的，对、啊，而且它真的整个超显瘦，然后超显长的那种感觉，照尺寸拿就可以了。嗯，那我刚刚就这边也不会往下滑，它这个紧度都是很够的。那所以其实因为宜君她其实本身偏薄宽的女孩，所以她。
如果她上身那边是会合的话，其实偏瘦女还是不用担心的，而且她又有一条绳子可以绑脖子，就不会掉，完全不会掉。就其实她其实应该跳都不会晃不会掉，对不对？对对啊，就这样直接绑起来，她是有一个造型在的，嗯，很个性，超度假的。可能如果戴项链的话，就直接变饼口会比较好看。嗯，如果没有项链的话，这样拉起来，我觉得也很好看。你可以戴大的那种耳环，就是会增加那种气势感。对，欧美欧美的欧美风，对，好看。然后他身上这件是在2件1488专区哦。嗯，怡君身上这件，怡君身高体重是多少啊？157，41公斤。平常是穿 S 的 ，S 号 S 号，对，这件就是很凉爽、很舒服的一件，很推，对，而且我觉得它的花色是很特别的，嗯，它不是死板的那一种，对啊，就其实就照你们画面上看到的这样是好看的啦，对啊，超欧美的这一件，经典的黑白条，嗯，对啊，黑白条印花，黑白印花，嗯。看起来也不会很熟悉，啊，那你看他的腰就是都有弹性，嗯，他的腰这种弹性是不会勒伸的那一种，所以是不会不舒服的那种紧，就是不会紧啊，完全不会紧，就照尺寸拿就好了。而且我觉得就算现在没有办法去度假，其实你在家穿这个也蛮 OK， 因为它整个材质就是很舒服，对，它是这种很透凉冰爽的那种感觉，对，像是在家穿也要穿的很时尚感，对，好啦，那换我。那你换这件给大家，我去换这个。你觉得单穿好看好了，我换。我觉得你单穿好看。好啊。好，然后换我身上这件。我身上这件其实也是连身裤，那其实这一件跟怡君刚刚身上那件是蛮雷同的意思，因为它就是黑白色的系列，然后都是属于条纹的条状的。我觉得这件你身上的更修身。对，因为我觉得它比较手臂跟腹部那边都修身，都帮你修饰好。像刚刚怡君身上那一件，如果你比较担心有腹部的状况，或者是可能肩膀这边比较厚一点的女孩，像我的话，我可能就是这样子，有一点腹部，然后肩膀比较厚，手臂比较肉，没有办法像他这样单穿一件，我都要搭罩衫。可是我不想，那我就可以穿我身上这一件，它就是有袖，然后它的袖子这边又很宽，就是会很透亮，而且它又是做那种比较不会限那个身形的那一种款式，就是对落肩款式，所以它其实不会太限制你的那个手的地方，然后都有修饰的效果。而且它要是 V 领，然后主要是因为它的这边胸前对小胸女超友善，它这边就是有做那个暗扣，这里有做暗扣，所以其实如果我不扣，它就长这样。但是通常这种衣服如果不扣，小胸女来说的话，风吹过来它可能会那个飘起来，会被吹开，会有点害羞。那如果担心的话，其实就可以这边有暗扣，把它扣起来，这样它就不管怎么吹，它都不会被吹开，我觉得很对啊，还蛮棒的。而且我觉得这一件真的是很心机，因为我觉得它的腰封是送的哦，就是你买这一件它就有送这个腰封，然后我觉得它这个腰封真的是很经典，就是有它跟没它我觉得是有落差的，对，它这个是可以拆的，它就是一个腰封，像这样它拆开来就长这样，它腰部是弹性的，松紧有弹性，然后也是不勒肉的那种弹，非常的舒服，没错，对，然后你看，如果我没有绑，我没有用这个腰带的话，其实会感觉也是可以，但是就是少了气势，对，少了气势，而且这边腰部的地方它有那个伸缩的那个东西啦，对，这边，啊，就是我觉得有跟没有会有差，嗯，然后而且它这个腰封，我觉得它的质感是好的，它质感真的好，你看它超弹，它的那个腰带的中间这一条。是有弹性的，对啊，超弹的，很瘦的女生不用担心，因为我已经穿过，它是不会松松的，对对啊，像我这一件你觉得搭吗？如果说这样扣起来这样 OK 吗？你觉得好像不行耶，就有点那个不行，但是我的腰围，就你可以看她的腰围是 OK 的，不会松松的。怡君是157，41，41公斤，对，她是 S号的女生，她是 OK 的，就是不会松松的。然后我是 M 号，就都这个都可以。啊，然后我觉得她的那个金属五金就是做得很好，就是很有质感的那种五金，不是那种很要救不救的那种，我不会形容，就有看过那种五金的话，其实就知道她就是这样子，非常漂亮。
对。然后有，而且它是做这边故意做宽的，然后再慢慢变细，其实会有那种视觉上效果，你的腰会更瘦，就是修身会更好。然后而且它都有口袋。对啊，小腹都会不见哎、欸，超厉害的这一件。这个好，我身上是任三件七五折的商品哦。嗯，我身上是任三件七五折，然后像这样子也可以搭很正式，就是可以当上班族，就是主管穿搭。对啊，主管穿搭比较有气势一点。对啊，对，就一下下班之后马上脱掉西装外套就可以去 happy 了，对，就可以去。直接奔机场，对呀、啊，而且对这件很适合当机场的那个服装，机场装，因为它也就是有做有袖，所以其实也不会怕冷。对，然后它又是做长裤，它这个长裤也是做宽的，一样就是都很显腿瘦，然后腿长，又这个腰封真的很加分，我真的很喜欢这一件。然后它是该修饰的地方都修饰好了，也不用担心说什么会漏哪里漏哪里，如果你不要漏，它就不会漏。对啊，而且这一件它主要是后面。就是它的穿脱是靠后面这边有个绑绳，有一个绑绳在这边，它也是个造型。对啊，你这边要绑起来，它才不会往下滑。往下滑，对，就是一个造型，还不错。然后背的那一背也不会空空的。对，对啊，还是有一点亮点。好，难扣，折起来，有点障碍。你说你有点障碍，对吧、啊？什么障碍？啊？好，然后像这样就度假穿搭，但是搭配西装外套又可以变得上班族，很像我们两个就是穿西装外套起来变上班族的感觉，而且都是很有个性的那一种。我可能是行销部主管，然后你是、主管的主管，采购。好哟，你管我要怎么白？这是老板来乱的啊。好对啦，就是差不多这样，就是那种主管级的那种有气势感。 对，然后但是又穿得很时尚好看，谁说上班族一定要穿就是好像很黑黑妈妈的这样子、啊、然后很白系白色的衬衫，然后黑色西装，我们可能把外套脱掉之后走，姐妹们晚上如果想要去哪里 happy 的时候就可以这样穿、啊、上班就是正式一点，然后下班外套脱掉又哦又是一个野女孩了，对不对？是不是要去那个海边上坏透了？对，坏透了。好凶，很好看。我觉得这两件都很好看。宜居身上这件是我们这礼拜要抽的哦，对，这礼拜会抽的洋装。对，记得帮我们按赞、分享、加疯狂留言，留什么都可以，就是看你们喜欢留什么就留什么。例如宜居真的好瘦哦，或是这件衣服真的很美。欸、有人问说这件有别的颜色吗？哪件？哎、欸，没有啊，应该就没有，就都黑白色的。哦，我们两个身上都是单一色。单一色哦，没有，因为那是 IG 的朋友，对 ，IG 的朋友，如果想要参加这次活动的话，记得到我们的 FB 粉专那边去分享这一支影片。对对，因为我们 IG 没有办法，对，我们以脸书为主，对，脸书为主，再麻烦哦。OK， 好看，好，那我下去了。好，因为我这件是。这个有尺寸，这个有尺寸，对 ，XL， 这件是 S 到 XL， 我身上这件是 S 到 XL 的尺寸，那尺寸版型是正常，就是正常拿就好了。嗯，对，我觉得非常的好看，我很喜欢的，我真的真心喜欢这一件，不错，去哪里都好看，它雪板材质的，就很冰凉，夏天穿都是很适合，因为它就是很薄很凉，对，很舒服。然后放我身上了啦，好，对，我身上这件很棒的是它的肩带是可以调整长度的。所以你不用担心身高的问题，这些都可以调的，然后是有点大 V 的感觉，还蛮有气质的一件，然后后面是平的，没有任何拉链。那侧边的话就是到这里，我里面是穿平口的小可爱，就还好，不会说特别的那种凸出来，我觉得还好。对啊，它也可以搭我们家的热卖的那个三色素T啊，可以，就比较文青感。对，或者是这边有附一个腰带。其实不要绑腰带也 OK， 孕妈咪绝对是 OK 的，就是先买起来怀孕也都可以，然后生完小孩穿也都很时尚，对不对？对，那件我穿。然后其实这一件里面其实搭那个三色素 T 也都很好看，你只要肩带拉长一点，然后就像那种吊带裙的感觉，对，会很文青的，真的很个性。它这个可以搭很多风格、欸，上班族可以穿，然后文青，然后或像宜居身上这样比较度假的感觉。
我来套，现在配灰色的也很搭，它配两个颜色都 OK， 就只要黑白灰就 OK 了。黑色太重啦，就 白色或灰色，对不对？这样子就很好看。好看耶、欸、我觉得我们的那个西装外套真的要带。对啊，真的要拿。没错，西装外套还是两件八折。嗯，对，对，那两件八折，然后有像怡君身上这一种的，那个叫什么？那个夏天的材质，棉麻材质、啊，这比较，它外面是棉麻的啦，然后里面是这个。黑妞带眼款，里面是那种凉凉的雪纺，冰冰的感觉。那它这边还有特色，就可以做反折，然后条纹的概念，这样看起来比较休闲感。它是有稍微做修身，但是不会很贴。后面有微开叉，对，微开叉这样子，然后整个穿起来就很舒服，版型是很合的，对啊，跟很多人都很适合，对，超漂亮，对，像我这样穿起来上班，然后脱掉度假。其实就很适合，不是说这件衣服买了就只有度假可以穿，你就上班也 OK， 我觉得。甚至是比较害羞的话，我甚至里面我再搭一个，哎，你穿去，你可以进来。好，我一起。就像我为这样的穿搭，就像我里面的衣服一均穿 OK。对，里面再搭一件束 T 就很适合，我这件也是，可能会穿起来是差不多的感觉，然后印花不一样，跟胸口的造型。对。其实有看得出来，因为其实那个怡君身上这件算是比较合一点点，就是它比较顺身一点。对，但是我这件是做比较宽的，套自己绑的，可以绑出腰身来。可是它就算放宽，它也没我的宽，因为我这件真的是比较直的绑，它是有点偏向散状的，它上半身是有点比较合一点点，然后下面是这样散下去。嗯、对对对。然后我是整个是宽的。对 对, 对。就是不一样，这两个的造型是不一样的、嗯。而且你们看这件裙子的分量就知道，它是还不错的。嗯、是有质感的那种，对吧？我看一下哦、喔，有，还有内里，有内里哦。想不想到你在有什么？我看一下有没有内里啊？但还好，因为它本身的颜色就不太会透，对，不会透的件，只是更一点点，更贴心一点，它还是有附那个，它里面还是有内里啦。穿起来是很冰凉、很舒服的一件，嗯、然后你看我转圈，整个分量感就很明显，有没有？嗯，对，我们今天就是抽这一件哦，按赞、留言、加分享，就可以在下礼拜二抽出我身上这一件。那不管上班、度假，或者是任何场所，都很适合搭这一件。你只要加个西装外套，就可以看起来很正式。嗯，你脱掉的话，搭个太阳眼镜或是帽子，就可以很度假，对啊。对，或是那种长版罩衫，就是度假风。嗯嗯，很好做穿搭。然后。那个腰带不要绑，就是居家穿法。对，腰带不要绑，其实就是居家的衣服啊。对啊，很蛮舒服。然后又很时尚，所以不用担心说在家里一定要穿那种 T 恤嘛，啊啊、或是什么短裤，不用。就是想要穿的时尚感的话，就是像这样子。对呀、啊。然后像我身上这件也是，就是居家穿也是非常 OK， 它就是很适合慵懒风居家服。对，然后它孕妈咪，我觉得它超适合的，因为它整个，我觉得它应该是。它是很不限的啦，我觉得它是真的不限，它蛮大的。它的那个，但是因为我不确定每个孕妇是不是到后期就是都 OK。你这个肚子再大，它都装得下。我觉得在肚子是可以的，然后胸部也很 OK。对，它肚子撑起来也不用怕裙子好像变很短，其实这个长短是很 OK 的。因为它长度我觉得它算够长，所以孕妈咪如果肚子撑起来，它也不会很短。对，看它也不会很短，而且它的那个下摆那个裙子裙摆地方，它是。很有那种造型，而且穿这样感觉也很可爱。对啊，我就觉得这件衣服孕妈咪很 OK， 很推荐。也是那种减龄的感觉，嗯，又可爱又齐。然后它的肩带也是可以做调整，所以其实它长度很够，因为我现在调的是最短的地方，然后它的长度到我的脚踝，差不多159哦，我159/50，然后它的长度到我的脚踝，所以高个女孩可以，然后高个孕妈咪更可以，因为它的肩带是可以做调整的。你可以再把它调长一点点，然后它是做米。娇小的女生就穿跟鞋。对，因为我身上，我现在也是有穿跟鞋哦，我现在也是穿5公分的鞋子，对，5公分的鞋子。比较娇小的女孩，我觉得很 OK， 就是看起来会更长，我觉得会有种那种拖地的那种感觉，我会更唯美，会更唯美。哎、欸，你们有看奥运吗？我没有看、欸。哦、是你在说永伟吗？还是你在说的是另外一个，就是小 S 哥哥？我是看桌球，袁喜，对，袁喜。我看他的桌球很紧张哎，我男朋友就是在一直叫，嗯，然后他说哎、欸，那超紧张的，他说很兴奋，而且那个速度超
来那边挑主题。哦、好，反正它这件是很蛋糕型，然后很适合任何尺寸、任何身形的女孩。然后修饰效果，如果你不敢像怡君就是穿无袖、无肩带，不是无肩带，无袖的那个衣服的话，怕露手臂的话，你就像我一样穿 T 恤，在里面就好了。都很适合。对，这样子，推荐给你们哦。肩带可以做调整，裙摆超大，超好拍照。对啊，拜拜。好，到我了。对，我身上这件，你看，又是一个印花洋装，这件我觉得比较偏小姐姐的感觉。温柔小姐姐。温柔的，那我转圈先给你。哇，这个裙摆很好看，对不对？我觉得它是那种很舒服的那种感觉。然后它的这边呢是做有点微微的皱褶感，所以它会让你的看起来比较有精神，那种挺起来的感觉。然后它上半身这边都是做有点微透明的，就故意的这种很透的这样子，就有点小心机的感觉。然后还有这个可以修饰，对，拍照。很漂亮，有牛仔外套吗？客人问。牛仔外套，没有，现在好像没有。现在没有哦。因为先我可以跟妞妞推荐，就是看有没有薄款的牛仔外套，因为我们牛仔外套好像都比较偏厚，偏比较属于冬天呐、啊。秋冬的时候。秋冬的时候。对啊，要不要跟罗西啊？现在是夏天穿它会冷。有没有？现在就看一些。比较偏罩衫吧。对，罩衫类。罩衫类。对。版型好看，袖子很美，对，这件就是很好看。拍个照哦。好来。我每次都忘记拍照。可以了。啊，这应该可以了，看起来蛮好的。好，个人看起来蛮好。近看一下那个印花的部分，很清新的那一种，不会显得很老气。然后腰围的地方是这样子，它后面有做弹性，所以不太限身形。我看到它的尺寸弹性很蛮好的 ，S 到 XL 哦。S 到 XL 哦，大尺寸拿就可以了。认两件188哦，这件真的不错。那跟你那个连身裤那一件一起。对啊，都是两件188。然后它里面这个是有内里的，对，内裤的话就不用担心会透出来啊，对，就是有帮你做好保护的。然后就是有做一层，有做两层那个蛋糕裙摆的感觉，对，很有气质的一件。然后就是帮你做好。收腰的感觉，现在其实很便宜，都疫情价哎。对啊，超多组合的。嗯，你说我这样搭看看吗？我觉得可以了，我是觉得可以。好啊，因为像这样子，其实你看又是一个度假感，然后穿上西装外套，无敌西装外套又不一样。西装外套就是很百搭，一定要带回家的一件。而且我觉得我们西装外套一定不要买那种就是一般外面的那种颜色。因为我觉得我们家的颜色比较缤纷一点，就是很适合就是搭配比较不一样的感觉，对，衣服风格。哎，材质，材质是在问哪一件？应该是裙子啊，这件裙子的材质是雪纺的，很清透凉的一件。哦，对，它就是材质，它这件上半身会比较透一点点，就是正常的。它就是故意的，这种小心机感觉。但是下半身不会。其实里面穿那个比基尼也很适合啊。嗯，对啊。然后，哎，上班穿比基尼吗？搭个那个西装外套就很好看。有人说西外超好搭，我们家西外真的很好搭，又是一个上班族的感觉。哦 ，smile 懂哦。对啊，懂穿哦。而且这种西外就不是素的那一种，它还是有一点纹理在，不会说看起来很单调。而且它的袖子反折过来，露出线条不会那么正式的感觉。没错，对，比较休闲感。当然要正式，我们家也有，只是我觉得我们家的那个西装外套就是要买不一样的颜色，对啊，去做搭配会比较好看，比较跳脱、啊。这件裙子蛮推荐的哦，又是可以上班，又是可以度假的。对啊，平常穿也可以，然后出国穿也可以。不要说只爱玩而已啊，也是好笑哦。那人生在世，不要说爱玩好不好？应该说我们上班的心情就要像度假的那个心态一样，开心的上班才会有那个动力继续做下去。真的，讲得很好哎、欸，就是名座右铭言，对，好好笑、哦。不会啊，我觉得我们公司的那个气氛都还算蛮欢乐，还不错，还不错，对，就是蛮那个不会那种愁眉苦脸来上班。对啊。顶多素颜而已，对，素颜大家看了有什么？哎，真的像哎，一开始我上班的时候画眼线什么，今年开始不用眼线了。我很早就，
直接睫毛膏就好了。对，我觉得睫毛膏真的很重要，就是你有一点眼那睫毛眼睛看也比较大，会放大效果，对，有比较有精神，我觉得。而且我真的也会种睫毛，但因为现在疫情，所以就没有去种。嗯、然后我觉得其实有差、欸，一定要刷个三四遍的。哦，我现在没刷，我现在就是没有用。可是他有刷、OK 的欸，他有刷。对啊，我是一定会刷，我是没有刷。在干嘛？我们现在在介绍衣服，对不对？好，换我换我。好像不好意思，我偏题了。然后像我身上这件的连身诶、欸、洋装，这件其实我好像。上次有穿过，然后还有两个颜色，一个是我身上的粉色，这件是军码哦，嗯，这件是军码，然后一件是绿色。那这件绿色它其实这个颜色很可爱，它是很像青苹果绿的那种概念，然后就是夏天穿起来就是会很清凉清爽。今年很流行这种清凉的颜色。对，你看它的花，我觉得它就是很清爽清爽的一个颜色，然后夏天非常的适合。那如果不喜欢这种太亮的话，你觉得太亮的话，你就可以挑我身上那种粉色。对，它是有点粉偏绿，粉绿粉绿的那种，哦，对，粉橘粉橘的那一种。而且我觉得它，你看它的那个线条，它其实这边的线条收线收边的线都是做绿色，我觉得它很对很多小细节，不会袖口的那个皱褶，还有缝起来的，都可以遮你的小腹啊，然后看起来缺点都帮你遮一遮。因为像它是无袖的，所以它肩带是可以做调整。那我觉得这种其实宜君穿就很适合，因为像那种薄款女孩，其实她们就比上半身比较薄啦，所以其实穿这种无袖的会很漂亮。然后尤其是她胸前这边有做一些抓皱感，抓皱感其实那个视觉效果也会很好。然后腰这边也是，它就是这边有个你看小腰封，就其实上半身比较短，然后下半身会比较长。而且它版型做得很好，嗯，它版型做超好，它这边有那种缩腰的那种感觉，对，缩腰的感觉是自然的那一种，而且它是不会勒，不勒，对，它不勒，它就是顺风哈，又没有小腹了，对。是很注重我的小腹哎、欸，我觉得小腹真的很恐怖，什么很恐怖？还好吧。然后你看它的那个。旁边这边做的那个裙摆，它很漂亮哎、欸，它这边是做那种很像伞，鱼尾伞装下去那种感觉，对，荷叶边，荷叶边伞装下去，然后下摆是前短后长，前短后长型。我觉得最棒是它后面的腰，它这边的腰是这边做是刚大整个大 V 哦，嗯，看起来就会很性感之外有气质，然后它侧面这边又是刚好顺下来的，嗯，它不会说很贴你的臀型。是很舒服的，它背面超性感的，对，很唯美。我觉得这件，对啊、然后又两洋装穿这一件，而且它这一件它的里面啊，它这边是没有缝丝的，所以它其实它是可以腿蛮凉的，但是它不会因为风吹完全不会打开，对，它风吹是不会到那么的高，所以不用担心。对，而且我说这一件如果真的是手臂，对，像我一样有点恐怖的人，没有啦。就是有手臂都比较害羞的女孩的话，其实可以再搭一个罩衫，然后再更修饰一点。对，那你就把它绑起来就好了，非常好看。有没有我们露出完美下半身的那个荷叶边，嗯，鱼尾荷叶边，我觉得非常好看。然后上半身再把它搭个那种罩衫，镂空造型的罩衫，微透视感。整个就很若隐若现，很唯美，很多遐想。然后那个什么拍照，不就是那种要穿不穿，要穿不穿好，来露一边，露一边边这样，很好看。这个很好看，而且我觉得我真的觉得我们这件那个我身上这件的那个罩衫可以戴，因为它可以当一般上衣穿，然后也可以当罩衫，嗯、而且它是透视感，就是若隐若现，很性感。夏天又不会闷热，就是很凉，然后又有点防晒的作用，我觉得非常非常的适合。这件罩衫不是只能搭我这件连身裙，它可以搭配超多的衫，就是百搭的，对，非常非常好看。对，推荐给你。太美了，谢谢。这件真的很漂亮哎、欸。对。我不小心把它提起来，差点跌倒。好，换我身上这件裤子了。好，这个裤子就是做这种非常落地设计，很落地的，很落地。很落地，很落地，很落地，很落地。但我觉得这件真的比较适合高个穿，对，它真的很长。对，那如果说真的很喜欢这件的花色跟材质的话，我先给你们看，可以去剪的，对不对？因为它的是那个下摆那边，对，这件是可以剪的。对，它是这种有点微光泽的感觉，然后给你们剪开。微光泽之余，它还有一点摆那种压折的效果，所以是有弹性的，有没有？然后是这种。百这么百鸟格，千鸟格，百鸟格，我还得帮他讲一集啊！
对，千鸟格的概念。对，然后你看走路的时候就是那种微微的光泽感，我觉得很好看。高个子的女生真的是买这件绝对是没问题。那像我一样157左右的女生，她可能长度真的就会疼，就真的太长了。对，但我觉得没关系，其实因为这种材质呢，它的边边呢是做这样子的，其实是可以剪的，你知道吗？它有点对，它不会虚虚的。因为如果真的很怕会虚掉的话，你再去给外面的阿姨。我是觉得去给外面的。对对对，比较不会失败吧。对。怕失败的人，真的。怕那个钱柜没地方放的时候，对啊。然后它是说那种侧边有那种开叉，内开叉，对，所以走路就飘飘的，然后又不会很贴，就这样子，还不错吧？你刚刚这是两件1488专区的哦，两件1488。一四八八平均一件700左右，很实穿。对，这件其实在家穿一样很适合，很适合上班穿又不会看起来很邋遢。嗯，因为它就是真的有一种微微的光泽感之外，然后又百千鸟百合。一张百鸟是怎样？就是那种鸟居啊。然后我笑一张百鸟的。对啊，然后一样，就是真的是上班啊，上班就是一样，这个外套就不用洗了。好笑，外套就不用洗啊，就这样子也很适合，有没有？外套你就穿一季冲洗一次就好了，对，不用太常洗。然后再配那个帽子，很 OK 哎，这样，这样吗？直接一二三，再拍一张，这样有吗？你说不要太那个，压力好大，啊？你帮他好压力好大，怎么了？我压力好大哦！你很好笑，好看，好看，你真的。去后面，我先拍你，快点。好，我看一下啊、哦，我看一下人家留言的，西外好美，好，这样子，要小心哦。好，可以吧？刚刚拍过。你近一点，你给我听好。等我们一下哦，我们拍一个照哦。然后它这件弹性是非常好的一件。哎，这是这样尺寸吗？这件裤子吗？嗯，没有哦。百鸟格，没有尺寸的。这件均码，这件裤子是均码的，没有尺寸。对，你真的就是弹性什么的，完全很适合。做什么？无限身形的一件，真的。这件可以带，这件，这个黑妞也很喜欢。你知道这件？而且你好，给你。好，现在换介绍我的身上哦。好，伟。好，我身上，刚刚盈君身上穿的那个上衣啊，跟我身上的上衣是同一件，然后是有 V 领跟圆领的那个两款，都是莫代尔棉造型，都是莫代尔棉的材质，所以其实夏天来说是超舒服。然后颜色有三个，黑白灰，这都是百搭色，所以其实可以包色，很可以。然后你看。因为莫代尔棉，如果大家有买过莫代尔棉衣服，就知道它真的很舒服，然后弹性又超够。我身上穿的是圆领的，但是它可以拉到平口，然后是不紧的那种哦，是不紧那种，它就整个弹性很有。然后或者是这边可以绑起来，就是变成怡君刚刚一样短版的上衣，就其他的那个功用很多，它弹性就很棒啊。看我这样拉平的，或拉鞋都可以，拉鞋的或者是要这样。直接从上面脱下来都好了，就不要从上面脱了，弹性很够，完全不会领口松掉，都不会。对啊，然后就算真的穿久，假如说你衣服这种衣服穿一年，一定多少会松掉，或是被洗松都有可能。但是我觉得这种衣服就是你就算不穿了，你也可以在家当那个睡衣。它可以囤货啊，它现在那两件888哎，那两件888，所以一件平均一件只要400多块，450左右，450。一件450，一件，所以我觉得现在超适合囤货的，而且这件又不止，就是又不分季节穿，对，又不分季节，因为你冬天睡觉的时候，其实有时候还是会穿短袖。现在冬天很热哎、欸，你现在在家里都是穿短袖、欸。我睡觉我都不穿，真的比较舒服。可是有的时候就睡觉不穿很舒服哎、欸。对啊，但是不会很热吗？不会啊，为什么？我先穿因为棉被直接碰到身体啊。因为我不喜欢那个身体穿衣服，然后又卡着棉被，感觉一直有缠绕的感觉，不喜欢。好，
好，没关系，我不在乎。我们两个都不在乎。好，你看，像我刚刚只是把它扎进去，就比较没什么造型感。可是我把这边这样绑起来，然后拉平口，这样其实会比较有那种造型感的感觉。就算它是素色 T 恤，然后你可能再带一个那个锁骨链，就是短一点的锁骨链，就会很好看。然后上半身就会露出比较纤细的感觉。然后这件裙子配那个西装外套也可以耶。可是你两件可以走，裙子这件是，裙子是白色的，这样，我觉得可以耶，真的可以。来，上班族穿搭来了。欸、每一套一到日都帮你想好怎么搭了。对，你看就是这样子披着就好了，披着就好。像我这样子也是很适合机场穿搭，就是戴个墨镜、嗯，然后这样西装外套，因为西装外套本身就是比较在冷气房是很 OK 的。对，然后机场可能又很冷，对，所以你就这样穿其实就很好看，又大气的感觉，然后又有时尚感、专业度的那种感觉。对对对。就非常好看，也是一件就是可以当主管职的穿搭，对、啊。然后下班哎、欸、又是轻松派，而且超减龄妹妹感的那种感觉。然后它有黑色，对，裙子有黑色、白色、黑色、白色两个颜色，然后都是印花图腾。对，我觉得它的印花其实很像这样，很像姐妹装啊，就是你可以这样买，这样买当裙买单裙子，然后自己配上衣，然后你另外一个姐妹可能就可以穿这个对、啊、连身裙。或是妈妈跟女儿都很 OK， 嗯，这其实很像泼，不是泼墨，没有啊，就线条感，对，线条感啊，线条感，对啊，有两件，有两个颜色，然后黑色、白色，黑色、白色里面都是有内里的，白色有内里，然后白色就是白内里，黑色应该是黑内里吧？对，黑色是黑色的内里，嗯，所以都不用担心会透。然后夏天的材质就是雪纺，然后轻薄凉。对，都很通风，就不用怕闷热。好，然后换我身上这件了。好，介绍我身上这件印花洋装，这件也是卖得很好的一件哎、欸，对啊，它穿起来才真正的好看。仙女哎、欸，你这身上这件超级仙女的。对，每天都是高级主管。而且我们家的衣服都真的很有气势，然后又很适合上班跟度假。对啊，这样两者兼具，你们这样穿搭才会对。不要说买衣服就只有度假在穿了。对啊，或是你买衣服只说啊，这件我适合上班，对，就是太单一了。你要让它就是发挥到极致。真的，这样才比较划算啊。一个价钱买到两种风格的。对对对，好，我身上这件的洋装呢，它这边肩带都是可以做调整的，它长度都可以做调整的。然后它这边是有稍微肩带这边有稍微有点弹性。然后这次是荷叶边的感觉，然后腰胸下这里也是有弹性的，对，要按照尺寸拿就好了，完全不限身形的一件。哎，这一件是纸片女孩跟棉花糖女孩就可以当仙女哎。对，对啊。S 到二叉，二叉 L 哦，这一件 S 到二叉 L， 对，纸片的话就是可以让你的那种，因为荷叶的效果看起来比较有分量，丰满一点，有肉一点的感觉，对，然后不会太单薄被风吹走。对啊，然后比较。棉花糖女孩的话，她就是这边都可以帮你做修饰，肚子这里，对啊，甚至是她现在是做这样子啊，边边的地方，做这种荷叶的感觉，两边包含后面这里都是。来哦，拍一张照片，对，它是粉色很好看，这个粉很美，很鲜啊，就是很浪漫的那种感觉。有些很怕穿很粉红的女孩，其实这件就不会、欸，嗯，它有点粉紫粉紫。对对，这件真的蛮好看的。好，好，它是没有拉链的，对，就很轻松的一件，然后是雪纺材质，很清透亮的，很清透亮，而且有内里哦。对，然后裤子里面有内里，很冰凉，很舒服，完全不会。不会说很多限制，对，不会，对啊。而且你看它前面，它有那个做这种微微那种波浪设计、啊，然后它是做直的，嗯，我觉得就是不一样的那种感觉。因为通常这种裙摆比较少啦，比较少见。对，这个这种的，而且花色也很少。对，花色其实也很少，颜色真的很少见。对啊，我要再加西装外套了。哦，想大家都要加西装外套，每一件都可以加西装外套。对、啊，因为像。比较害羞，那个手臂还是可以加个外套啊，这样子，不一样的感觉，这样子的感觉，你看 ，OK 吧？也是很适合机场穿搭。对啊，
像这个外套穿起来是这种。哎、欸，我觉得如果我在机场，我这样看到就是有我前面那个女生这样穿，会以为是明星，对不对？嗯，而且会觉得她的那个 sense 很好。嗯，因为大家机场穿搭可能就觉得穿的比较慵懒的感觉，对，不然就是可能单一度假衣服，你可能会觉得哦，可能就是一件衣服，要去泰国喽那种感觉。哦，要去泰国是怎样？哦，这样走路很好看哎、欸，就是很飘啊，很仙啊，这件就是很仙，有没有？这样很好看。等一下看说镜头不够长看不到。像刚刚那个西装外套看起来就比较正式，有没有？那如果不要那么正式的话，还是可以搭一个比较度假的这种罩衫，围扣式感。去泰国。对。每次去泰国的时候，这种衣服就很常见。对啊，因为这种衣服真的很好搭。我们现在国旅小琉球 OK 啊。对啊，可以啊，可以这样子，你看，完全整个度假感。哦、嗯，而且像我觉得这件上衣一定要买，就是一定要买，因为像是你当罩衫穿可以，或者是你可以其实你去海边玩，就是里面穿比基尼加短裤，然后外面搭这件罩衫就超美。对啊，那这样很适合吧？很适合啊，很好看，我自己都很喜欢。因为其实我单看远看放在那边，就觉得哦，这什么？对，穿起来才会知道，看起来没那么吸睛，穿起来就会知道很好看，很好看，因为每一件版型不一样。对啊，好，然后换我、哦，那我身上这件洋装它有两个款式，一个是长款，一个是短款的，然后花布是一样的、哦，花布是一样，其实它两件都版型呐、啊，版型都算差不多，就是分长短款，对，然后我是穿长款的给大家看。我159/50，然后尺寸是穿 M 号，这件尺寸都是正常的，它的长度到我的小腿肚左右一半，小腿肚一半左右。对，然后它，我觉得它很特别，是它开叉是做斜前方。什么是斜前方？因为它通常很多都做在侧开叉，斜前方就是比较像是那种中国风的那种旗袍的那种感觉，斜前方就是唯美，然后有气质感。然后这一件呢，它就是做那种宫廷，很像那种方领，但是它不是完全方领，它其实前面胸前这边是又有一个那个小 V 的那种感觉，对，就很气质，然后很典雅风，而且它这边袖子这边就是也有做一点点抓皱，所以它其实看起来会挺，就是肩膀会比较挺，就是很适合那种比较没有像怡君这样子比较偏瘦一点的女生。就是看起来可能会比较单薄，那这种衣服它就是有这种修饰的效果，然后这种手臂肉也会帮你修饰到，这边也会有弹性，就是也不是勒肉的那种松紧，我觉得很棒。而且它的胸前这边也是有做一点点的微抓皱，其实这样胸部会看起来比较丰满一点，对，胸前这边会看起来比较丰满，然后腰身也有，这边的腰身剪裁它剪得很好。我们今天一整个都是很度假又很上班。对，又很度假又很上班。我等下是不是要拿西装外套？对，你等下要不要拿西装外套？我不要再拿西装外套了，我就可能要疯掉了。穿那长短款，长短款跟闺蜜一起穿，认两件1488哦。两件1488，认两件1488专区，长短款都在1488。嗯，然后裙子的这个短款的话，我觉得它。单穿它里面是不用再穿安全裤，因为我觉得它的长度不会到很短，对，所以如果想要穿短裙的女孩，但是你又怕曝光又不想要穿安全裤的话，其实你可以挑这一款，因为这一款它也是穿起来很夏天凉感，对，夏天凉感，然后雪纺材质，雪纺材质看起来也很舒爽，就是不会好像很重的那种感觉、嗯，然后跟男朋友约会也很适合，就是小洋装的那种感觉，短款的。然后不用穿安全裤，因为它里面，它其实这件是不会透的，对啊，它的材质是不会透，而且它里面也是有内里，对，然后不用穿安全裤，因为它的长度是够的，它长度够长，它在我的小腿那个膝盖上一点点，上一个拳头而已吧，没错，对，所以它长度不会太短，不用担心。好，换我身上这件，我这件真的也是很度假，你这样看这个花色就知道，还以为从夏威夷过来的。它这件是做这种这个感觉的，我觉得很有气质，波西米亚的感觉，有没有？夏天必备、啊，对，夏天真的必备这种衣服。那个流苏很可爱，那有没有很可爱？然后整个人就是很度假，度假。然后这件胸口呢是有扣子的，看，很贴心的扣子。不小心。好，
然后这里的腰带这里可以拆下来，变一个绑绳，可以配在包包或者是绑在头发上都 OK。然后原样这边都是有弹性，不用担心现会现身形。然后就是有宽宽的感觉，然后雪纺材质非常的清透凉。对，一样就是夏天就是要这样，不然你穿衣服就会不舒服嘛，对不对？对，嗯，客人会说图案是什么？印花吗？你是问哪一件？图案应该是这件啊，就图案是这种印花式这样的感觉，像叶子吗？还是不是？哎、欸，它是凤梨吗？抽象的印花，抽象印花吧。它没有是什么？对对啊，对，它也很不像竹笋，我也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。什么竹笋？尾巴？因为你看它的那个、啊，它尖尖的那个地方就很像竹笋，但好像又不是竹笋，就很印象派的感觉。印象派，对，整个穿起来的感觉是这样，让人家摸不透的图案。嗯。它没有一定的是什么，这件真的蛮好看的，而且这一件在任两件1488专区哦。我们其实蛮多就是好看的，对，那种连身的什么，对，连身裙或裤都在1488。对，而且我觉得这件很贴心，是它不是贴贴脚的，所以一样可以让你的腿看起来超级长，然后又高腰有没有？又宽的，又细又长的一件，然后袖子也是帮你做的很好。就帮你做的很修饰的一件了，对不对？像微微这样进来，身很漂亮。好，我抱歉了，抱歉。好看，这件真的很美，因为我觉得它是这种很有特色的，不是那种很大众的这种。我先帮你瞧好来。我可以啦。好好好好好，我相信你哦。照片我拍，你不要给我拍小短腿哦。好，可以吗？三。好，你看像姐妹装穿搭也可以像我们这样子，一个比较深，一个比较浅的那种穿搭，这样就不会看起来很像。对，不然很像其实很像情侣装，有点小尴尬，你知道吗？对啊，如果穿一样的很像情侣装，对，然后被别人误会的。我小时候有跟我一个很好的闺蜜一起买一样衣服，小学生，嗯嗯嗯，因为我觉得那个还好。对，后来长大再也没有，情侣装也不要。如果我们两个出去玩，然后我们两个可能都穿一样，就是可能这两件其中一件一样，机会有点怪。可我觉得穿类似的很好看。对，嗯，就类似的。一定要类似，如果一样就真的很尴尬，而且很我会很尴尬，我也会很尴尬。对，而且很无趣那种感觉。而且如果是说是长短款的一样就蛮 OK 的，嗯，就是还是要一点点些微不同的地方在。对啊，不然你像双胞胎了。对，穿一样外面比一下又怎么办？你们知道那种家庭服吗？就是全家大小都穿一模一样的那样子，你们家有吗？我没有，我一看到我就走过去，好好笑，花色很特别，对。然后你看，像我身上这件，它是比较黑底，然后碎花，对。但我觉得它这件跟它。跟他那件的差别就是我们的袖子的地方，我这件是小喇叭的那种感觉，对，然后它这种比较浪漫一点，然后他这个是真的比较度假风那种感觉，然后我们都是 V 领，但是我这边是有暗扣的，我这边也有啊，哦，你有是不是？我以为你没有，有啊，这两件都是开始比了是不是？对，开始比了啊，我也有啊，怎样？怎样？我们两个都有啊，怎样？就这边都有暗扣，就很适合小修女，就是贴心的那种感觉。对，它这边有点微透视的感觉。嗯，其实我里面穿的是白色平口，然后其实看得蛮清楚的。对，就是我里面会透肤啊，这件上衣上半身是会透的，跟你刚刚有一件也是这样子，有一件一样，就是上衣都是透的，然后在下半身不会透啊，放心，因为下半身它里面还有内里，所以不会透到内裤，就不用担心。但它就是有锐弱线的感觉，然后长袖的话就是可以遮一点阳，然后又可以长露，就非常的优秀。微微的朋友赢了哎、欸，真的、哦，嗯，因为它的尺寸到2XL 哎、欸，哇、哦，然后怡君身上到 XL 哦，啊，你少我一个，哎、欸、，XL 就很好了，很好。IG 的朋友问说，我有密你们讯息都没有回他 ，FB 小猫总会在那个一去回复哦，嗯，对。就是你不好意思，对你如果去我们的那个粉丝团留言的话，就是留一封就好了，就然后耐心等待，因为我们就是在24小时内会回复完，对，会回复到你，所以你今天假如说你今天12点中午12点留言，那你明天中午12点前就会得到回复。但是如果你一直重复留言的话，它会依你就是最后一个留言的时间为准，不会依你第一个时间为准，所以就是留一封就好。除非你真的过了一天没有人回你，那可能有可能讯息被吃掉，再留一次就麻烦你们这样。不好意思。对，好，然后我身上这件的裤子啊，跟怡君的很那个，怎样？
跟我一下。我刚刚发现了一点。我知道你过来，你过来。不要！他把他两只脚穿在同一只里面去了。所以可见那裤管有多大？对，裤管很大。他的那个胸或者是腰，因为他的腰胸都是没有弹性。我觉得胸还好，因为他那个扣子、欸啊、扣子比较宽一点点，但是腰的地方要比较注意。然后这一件都是一整件拉链，哎、欸，后面有一整个拉链，隐形拉链这样子，整件穿脱。然后它有腰带，这个腰带是不能拆的，就是它原本就在缝在上面缝死的，就是要绑不绑。但是我觉得不绑，好像一条在那边有点。两条在那边会怪怪的吧、OK 啊？而且其实它的前面那个腹部地方有做比较大折，这里吗？对啊，它有做大折。哦，这里。对，所以其实你可以稍微遮一下你的小腹。是小腹地方会比较不明显，而且因为它其实是黑色，所以其实小腹应该都会被收起来，而且它是那种宽宽的，不会被注意到。然后怕被注意到，就是绑一个蝴蝶结在那个小腹这边，这样子就会帮你完全的遮挡住你前面。的一些缺点，对。好了，我来了，我来了。好了，下去。好，哦，它这件蛮小清新的感觉。哎，这件的心机在后面嘞。这件一样是那种，它前面的扣子是真的，对，可以把它拆那个打开的。然后领子也很可爱。这件是不是也有闺蜜装啊？有，它有一个短款。对，我以前还有一个短款，但是我现在还好像没错，没有拿。它还有一个短款的位置，大概在我的膝上的地方，对，然后其他都一模一样。它的腰围呢是有弹性的，一样不太会限身形哈。然后后面的话是小心机在这里，它有做一个开洞，嗯，这边说什么？这开洞像一个眼睛，为什么会说眼睛？然后这边是露一点小蛮腰，对，小蛮腰的感觉。然后这边再刺一个太阳。太阳之眼，游戏王对，好笑，对啊，这其实还蛮小清新的一件啊，看起来还不错吧？这件在任山店75折专区哦，任山店75折，对，然后它材质呢是这种雪纺的，冰冰凉凉，一样有内里，对，很 OK 吧？这件也是很冰凉的一件，而且这件的材。尺寸是怎么样？我看一下。好，哈哈哈哈。XL 什么 ？S 到 XL。OK 的 XL。对，其实我觉得穿到2XL， 我觉得也 OK 哦，因为它的弹性真的很弹性的这种，对，完全不会勒住。对，复古风格。对，然后近看有没有印花，是这种。你在讲小两百拍照。那种小白花点点点点的，蛮好看，很可爱。而且它的领片跟袖子这边是有呼应的，两边都白色的这样子。对呀、啊，就很可爱，然后有点蓬蓬，又不会太蓬，看起来就很有气质。对啊，
你拍照。对，后面的过去，真的是后面是那个。刚刚有说前面小姐姐后面有玄机，对，没错，就是那种怕太露的、啊，但是你又。就是显现那个腰最瘦的，上有政策，下有对策。对，假如说像是你如果要跟男朋友的家人出去玩，那你就不能穿得很暴露，可是你又可以展现出你的那个。前面就是很乖，对，很乖。然后后面就是有一点小心机，那个要看我，就心机在后面。对，不要看我好像很好欺负这样子，我很凶。背后不是很凶的，我要拍正面，我要拍正面。面具吓你，我背后可是很凶的。啊，有刺一颗太有刺青没看到吗？隐形的太阳眼镜啊，隐形的眼镜。对啊。好，然后看我。我身上这件呢，它就是它的颜色，我觉得它颜色很漂亮，很像那种翡翠的那种感觉。对。你看它是不是有浅绿深绿的那种交叉的那种错交错的那种感觉，非常的好看。嗯，对。然后它又是那种有绳子，就是你不绑绳子，它这边都是宽松的。这些孕妇妈咪也可以，但是我觉得这样应该够大吧？没错，中期应该可以，但是我后期我不确定，后期因人而异啊。可是我觉得它很够，然后它也不会太短。OK， 嗯，它很够长，也不会不是。它就算孕妇妈咪穿起来，它也被撑起来不会到太短，还是长的，我觉得很 OK。然后胸部也是不太限，对，它整件就是宽松啦，你可以当居家衣服穿，对，在家当居家服穿，或者是出去一下子也可以，或者是你要当洋装穿，度假洋装穿也可以。没有，我觉得它还可以缩成有腰身。对，我觉得它可以缩成有腰身才厉害，它这边前面有绑身，然后这个绑身。你想要出去一秒就可以去开门去拿外卖，一秒变时尚，对，一秒有腰身，回家被阿妈，然后哎呦，对啊，我没有绑好，这边绑起来，像我们假如说外卖来了，就是有那一秒时间，你也不可能因为他而去换衣服，马上绑起来，你又不想要穿得太邋遢，你就是买这件，你看马上有腰身，我把绳子绑在后面，绑一个蝴蝶结，可能绑得有点烂。好，那这样这边就有腰身了，而且它一样就是也有暗扣，就是贴心，它也有一个暗扣在，所以它其实胸围我觉得还好，胸部大的女生其实就不要扣就好了，然后胸部比较小胸女的话，它就这边有暗扣，让你可以防一点，比较安全感，而且它就是有做有袖的，然后袖口这边也是很宽，所以不会勒，对，不会勒，它就是有足够的那个空间在。它其实整件就是雪纺，所以是很薄很凉的，很凉爽。我们今天介绍所有的衣服材质全部都雪纺的，对，全部都雪纺。夏天就是要穿雪纺，对啊，里面也都是有内里衣，所以不用担心会曝光。对，然后一样就是薄透，每款洋装都好美。对啊，记得帮我们按赞、留言、分享哦，疯狂留言留起来，我们下礼拜二会抽一名这件。这件樱花黑白樱花洋装就是很有个性风，然后很文艺的、很文青的那一种，你可以穿这件去那个文青的那个市集去逛市集，或是看展览，都可以展现你的态度。对，对，没错。我又披了西装外套，到底是怎样？有没有那么怕的？有没有这么想上班啊？对，有没有那么想上班、啊？可是我真的超想出国，就我觉得这样穿搭外面里面穿那个度假洋装，然后外面搭那个西装外套，就很像去机场的穿搭。对啊，非常适合，很好看。我觉得很时尚、欸。对啊，真的很好看。我觉得，因为我一直觉得白色西装其实跟黑色西装是差不多，就是比较正式感、嗯。对，白色看起来比较精神，皮肤会比较亮。嗯，对，就而且我们这样子搭，看起来不会像医生。医生，我怎么没有想到医生？我觉得白色很像医生，但是我觉得白衣天使加上里面的那个洋装，就不会看起来这么的正式，有没有？对啊，去机场穿就很有精神，然后气色也会很好。对啊，我觉得好看好看。这件裙子啊，它我记得它是有口袋的，对，它有口袋，这件是有口袋的。嗯，跟大家讲一下，这样子，好看
那时间差不多啦。对，再跟大家说一下，我们今天抽的是这一件印花洋装，你看它印花就超级个性风，可以去官网上面看我们的穿搭，它真的是上班或者是度假或者是任何场所看展览都很适合，因为它的印花真的是让你看起来很有个性，对，然后又看起来会很有 sense 的感觉，对，不会说很像主管制穿搭，很有气场，对，不要加外套的话就真的是度假感。对啊，然后记得帮我们按赞留言加疯狂留言加分享哦。疯狂留言就是不管你留什么都可以，留什么都行，你想要说哎这件洋装很帅很好看，或者是说哎宜君真的很瘦啊之类的都可以。然后我们下礼拜二中午12点会抽出印尼这件连身洋装。好，那今天就到这里了，拜拜。好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